可以换黄金。老板，你的辣条呢？既然我是来换黄金的，肯定早就把辣条准备好了呀，请看。哇，这么大的辣条，整整13根啊。没错，这么多辣条能换多少黄金呀？那我就给你13根金条吧。哇，好吃呀，谢老板。哇，这些辣条品质还不错呢。老板，我来换黄金。换黄金，你的辣条呢？辣条呀，太多了，我也拿不完呀。啊，有多少呀？快带我去看一下。好，到了你就知道有多少了。走。哎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当然是带你看辣条啦。那辣条呢？在这个门里呀。芝麻，开门。哇，这么多辣条。没错，你自己慢慢数吧，看看有多少根。哎呀，这么多，我得数多少天呀？那我就不管了，你自己慢慢数吧，数完了给我金条啊。怎么样，数好了吗？我这有多少根辣条啊？一共有18888根。嗯，那能换多少黄金呀？能给你换18888斤黄金。哇，那我岂不是发达了？等一下，我也要换黄金。不是，你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吗？我先来的。哎呀，我怕你换完了我的就不够了，先给我换。那你的辣条呢？请看，我这十几架直升飞机里面全是我的辣条。啊，我天下辣条雨了。怎么样，先给我换吧。这得有多少根辣条啊？我已经数过了，一共是100万根辣条，你不用再数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，那我这